昨天发布的点券 A 车三海报下，从数据上看应该是点券车里面的佼佼者了。那么 A186 呢，是目前为止最高光的免费 A 车，所以呢这期我们就来看看点券车里的佼佼者和最高光的免费车 by手腕呢。那86有着漂移属性的加持，特性里面的属性加成也非常的高，但对于三海报下的特性覆盖率还是要差了那么一点，而且呢属性没有三海报下的属性好啊。86的是小分加成，而三海八下呢是氮气加成，并且呢动力还高，所以呢即使你86过弯快，但三海呢其他方面还是弥补回来了，所以呢即使方面86有一点点的优势，但是不大，两者呢几乎是持平的状态啊。但86如果没有后缀的话，集气是要比三海八下差好多的啊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领跑计时这方面呢还是三海八下要舒服一点，对非一般人来说，能把86的过弯属性加成发挥到极致的话，肯定是要比三海八下好的哈。但实战方面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86的后缀优势在实战始终都要比三海八下强啊。所以综合来看，目前的点券车依旧打不过免费 A 车啊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喜欢的点赞支持一下哦。